特魅力诠释匠心作品，成为人物的灵魂寄托。一个个角色在他们的演绎中生动丰富，立体且真实。微博年度热度演员黄景瑜、刘宇宁、魏大勋、虞书欣。掌声有请刘宇宁、虞书欣、黄景瑜、魏大勋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来，我们首先有请各位捧起你们的微博之光。现在让我们欢迎点赞人演员胡歌，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加油点赞。有请胡歌。有请胡歌和各位一起合影留念，让我们记录下这一时刻，璀璨而夺目。再次掌声送给各位，祝贺他们。谢谢，谢谢胡歌，请各位留步，我们来听听你们的荣誉感言吧。从刘宇宁开始吧，来，有请。哇，好，行，谢谢。首先呢，感谢我们微博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演员这件事儿，然后也不敢说自己有什么热度，一小小的这个被大家所认识吧。然后当然有这个热度必然会有一些争议，所以我也感谢微博能有这么一个平台，让我能够听到一些观众一些对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啊。当然我也会踏踏实实的演好每一个作品，做好每一个角色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。谢谢各位。虚怀若谷，还怀着敬畏之心，珍惜脚下的舞台，每一个人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。接下来虞书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欣欣子，很开心微博给予我的这份荣誉，也很开心有微博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可以让我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分享我的穿搭呀，还有自拍呀，也很开心有微博这样那么好的平台，可以让我好好的宣传我的作品舞台，对，谢谢大家。点点点点点，很多的感情都化作省略号，谢谢虞书欣。有请黄景瑜。感谢新浪微博这一平台啊，然后感谢肯定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希望自己越来越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谢谢景瑜。大勋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大勋。然后其实首先特别感谢微博给予我这份荣誉，然后就是其实我玩微博呢玩了挺多年了，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玩，所以微博里有很多关于我的回忆。然后谢谢微博，然后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，然后希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勋，谢谢每位演员，请记住这些欢呼声和掌声，这都是一份力量，继续陪伴你们奔跑在奋斗的路上，祝贺各位，再次祝贺，谢谢，请回席观礼。那么接。